总经理派我出国考察，到时阵我一定要甲规台的物流管理系统全部拢引进到阮公司。刘佳瑶，你拢无看到我拢腰袂好，袂来斗三工哦。哦，好，啊，你要我哪斗三工？腰迄边啊。这边啊。嗯。安尼啊。天哪。哎，曾思思小姐。我哪感觉你最近身体敢若无介好啊？你起来哦。无。啊，你毋是讲你时间弄算过，差不多是这个时阵。你想啊？要紧无啊？我就感觉最近哦，常常想要吐。对嘞。你有淡薄恶心，佮想要吐，啊！而且你迄假袂来，你敢会已经有事啦？你莫乌白讲啦！甚物啦？乌白讲？人讲吼，人咧欢喜的时阵特别容易哦。咁我会惊啦。我讲真诶啦，因为我有一种足强烈的预感。哼，上好是你预感若真正遐尔准，你早就发大财啊！讲娶某前生了后，迄运气特别好。哎，我真正要做老爸啊！啊，无怪我事业哦，会愈来愈好。好啊好啊，你即马唯一会当做的代志，就是卖乌白叮当，剩下代志我来做就好啊。好，你讲个敢那真的嘞？一定是真的啊！思思，既然咱已经有囡仔，那呢，我代负责任，我要赶紧甲你带入门。哎呦！啊！恁两个莫伫遐揪来揪去，有啥物话落来讲啊？哎，我妈叫你来哦，行。在哪啦？要讲啥？妈，你要做阿妈？我要做阿妈。思思，你有心啊？是佳瑶家己乌白要的啦。妈，我决定，我要马上跟思思结婚，来一个祥义礼嘛。我无快哦，我感觉你最近腰有变较粗，原来是有心啊。哎，佳春姐，你是怪着我骂我大哭哦？我无怪着我，我是直接讲。现在就斩定的呢。我现在就欢喜，你两个做伙遐尼久啊，早都应该结婚啊。而且今麦思思抱得来有囡仔，安尼才就佳瑶你讲的相喜哩嘛。嗯，阿妈是去挂香，遐若无伊知哦，一定比我更加欢喜。